你确定帝国与会的人是从这里进去的？这是他们的计划。与眼下是一介囚徒，是进是退，你们自作主张。居然有汉字！西夏王陵通常构造简洁，不像中原帝陵规制隐秘。不过此墓一反西夏传统，选址隐秘，全砖造，八角形，密檐式塔风格。哎，到底了！像是汉人工匠的手笔。一路向下都是在绕圈子，到这儿直接没路了。密檐式塔的主墓应该就藏于正下方，而通往主墓区的门就藏于墙上。机关暗门吗？早说呀，一共才八面墙，一面面试呗。万万不可，八角密檐，八角八面，八面八门，这些暗门叫生死门，但其中七门为死门，只留一面生门供工匠进出，想要破解必慎之又慎，找出其中规律。八卦吗？这些是生肖，至于年份嘛，宋宝元元年，戊年，戊寅年，五行属土，八面还对应了八个卦象，这造墓者的手法颇具汴州云氏一门的风格呀。八卦：宋天圣六年，宋明道元年，宋宝元元年，宋康定元年，宋庆历元年，宋庆历二年，夏天寿七年，夏天寿十一年。这些年份到底有什么特殊吗？这是李元昊的生平要年。李元昊，多甘州，父死袭位，去赐姓，筑坛受册，大举攻宋，与宋议和，为子所杀。他不是葬在泰陵吗？确实如此，墓主或与李元昊有关，亦或是为了掩饰真实身份，你们莫要乱动，待于仔细推算。这就是生门。帝国余晖的人不是成功下去了吗？就那面墙上有新的手指印。哼，哇，怎么感觉从墓里出来了？好深呐！哎，等等我！申屠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样了？和我从前接触残片时感觉一样。残片也在这里？或许吧。果然是帝国余晖这帮人抢走了残片，咱们追的没错。快过来！他们是谁？还是硬的，应该刚死不到三天。苍狼白鹿，是帝国余晖的人，看上去是内讧了。这是什么？左旋为女，右旋为男，这个死者是男的，所以任务1387，我是帝国余晖苍狼三队队长吴立海。录音笔啊。2014年2月21日，这不前年的消息了。过过过。任务1408，2015年6月13日，突尼斯海峡，终于打捞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云架笔录。笔录只有半本，已被海水侵蚀，必须马上开始修复。任务1409，2015年8月11日，电瓶室，笔录虽有扬长保国，但年月久远，修复后还是有一部分模糊不清。任务1410，2015年12月28日，天府市，一切就绪，小队前往宁夏寻找圣珠。继续继续。任务1411，2016年1月1日，西夏王陵，好在有云家笔录指引，迷宫机关都不在话下，出乎意料的顺利。我
在石棺里发现了一具奇怪的男尸，也从他身上找到了圣珠。我将拥有一统帝国余晖的力量，帝国余晖理应交给蒙古人统领。这是他们在墓里拍的照片吧？哎，你看，原路发挥，出现了剧烈地震，路也和来时完全不一样，感觉在兜圈子。大少受伤了，是刀伤，墓里还有别的人。大少若急出墓室，地震太强烈，我们没办法回去。云家比如还在他那里，有人在猎杀我们，每天都会死一个人，支援信号发不出去，不知道对手是谁，是墓主人的诅咒吗？哎，别停啊，我来。没有圣珠，不对劲，你们看，这两个人应该死的时间差不多吧，怎么一个干得这么快啊？等等，我去，这就是圣珠，闪开啊！拉达尔，你看，我说那个叫风筝的新人比你聪明吗？还知道给我们发信号。信号？哒哒。好俊俏的小帅哥，不过动不动就亮刀子，可不是好习惯呢。哒哒。哟，比我训练的猴子厉害多了呢，看招！哒哒。师徒。年轻男人就是心急。达达尔，你看着小帅哥，我去拿珠子。达达，风筝还不过来？鱼叫风声音，过来过来。本料你们早该赶到，竟然此时才来。别轻举妄动，否则你的朋友可就……我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了？小帅哥，我劝你省点力气，达达尔那身铁皮钢骨可是连最锋利的狼牙也咬不进去。达达，乖乖听话，把珠子给姐姐瞧一眼，可以少吃些苦头。来嘛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再过来我就把珠子捏个粉碎。达达，喂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谁知道这么脆弱？而且，什么东西？果然，这珠子是假的。达达尔，抓住这两个小子！风筝，你跟我来，任务是找回云加比路。他们身上有乌利罕的任务记录。交出来！你别过来啊！我不打女人的。武器都没了，你还在威胁我？得想办法拿到枪。我的终极武器，一般我不用的。有这么厉害的东西，怎么不拿出来呢？别逼我，我怕我疯起来，自己都控制不住。动一下试试。
雨的季节，雾气弥漫的湖边，乘着风，谁的心在飞，飞到了比天还远。候鸟迁徙的水面，映照出迷宫般的冬天。山的对面，无数的亮着的天，一起游戏人间。游走在世界的边缘，独自跨过地平线，听着不知名的音乐，漂流在时间长河里面，从秦岭旁月月皎洁到金字塔的顶点，月光拉长墙的侧脸，依稀间回忆不停重现那天。回忆慢慢重现，也一如那翻飞的蝴蝶，中山峻岭的冒险，惊着胭脂苍天，融化了无尽黑夜，更有那说不完的明天。听着胭脂苍天，融化了无尽黑夜，更有那说不完的明天。